2年前就回到中国，回到中国，我去了上海的静安寺去看。当时去的时候是为了信佛烧香，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很多善男善女，他们完全就是这个精神就进入另外一种状态，他们摸着一个佛像能在那边跟这个像啊或者一个兽自言自语对着他能讲几个小时，完全像精神病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佛像，这个佛教的力量这么强大，这么魔幻，让人去朝拜去烧香。所以看到这些满院子这种香炉里边的这种香灰的时候就很冲动，当时我一下就感觉，哎呀，这个材料这么美，太感动了，因为我觉得我找到我要用的材料了。多少万人，多少亿人的一个梦想，就在这么很轻的一个灰尘里边去完成的。